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。哎，有个高人等着咱们，就是那个吧？哪个高人啊？你好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哇，你真的好高啊！这位是你们今天的特训导师赵李光大厨。大家好，赵老师。赵李光，赵大厨，国家中式高级烹调技师，国家特一级中式烹调师，屡次获得全国烹饪技术比赛金牌。今天将由赵大厨负责少年美食特训，一道菜是否好吃，味觉灵敏度至关重要。一个合格的厨师品尝几口就要知道调味方法，所以为了给环卫工人烹饪出可口的美食，加油吧，少年们！接下来就要对你们进行味觉灵敏度开发训练。好，49个数字代表49种食材，每队随机报出五个数字，节目组会把这五种数字代表的食材打碎混合，将由该队品尝，猜出的食材数量最多的队伍获胜，获胜者可以拿走对方队伍的一种食材，并且获得一次美食教学特训的机会。从嫩嫩粉嘟嘟队先开始。哎，大老师，你今天发型跟我们的 OPPO 赞助商的这色儿一模一样。对，就是这样。美女们，咱们盲选，盲选。48、38、28、13、13。到你这儿垮了，选18。都选48、38、28的，到这儿选13，为什么？18。18。我，哎呦喂，我选3，好吧。我选八，我选八，我们是8、18、28、38、48啊。那咱们就溜溜顺呗。66、66、66、66、66、66、66。好，下面这个调酒师啊，已经在后面准备了。哎，不是，有榨汁儿的那个事儿，榨汁儿的事儿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来了啊，我来了。哇！哎，你们能闻见味儿吗？有一股那个蒜，那种大蒜的味儿。哇，真恶心！还行啊，挺好的。滚！给你们个桶，一会儿喝就往里吐。我怕我一喝就喝完了。不是，你要尝，别一下都喝了。怎么样？哇，怎么样？好喝吗？有猕猴桃、苹果、花生。好，写下来。来来来，您喝着，味道怎么样？这是非常的感觉。我觉得有一股腊八蒜，对，有股蒜的味道。我是男子汉，对，我是男子汉。后来也有一个那种，哎，某不要再喝了，某不要再喝了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我从来没有喝过那种。哎，邓老师，队长一定要把它干了。谁是队长？你们队长，对，干杯，干杯，邓老师干杯。你们家都是队长，我不是队长。你先把它喝完，再把它喝完。哦，你瞧没有？哦，你瞧没有？我喝。拿吸管喝就是怂，怂不怂，杨迪？哎呀，怂！拿吸管喝就是怂。哎，我就是怂啊！你怎么刚知道这事儿啊？就是怂啊！干了，大老师，让我，
让我们先，对对，你知道先 taste 一下，你知道吧？好啊。哦，有梨。你报告写上面。咱们这已经都有了，是吧？我们定好了，我们就这些了，咱们不改了，吧。咱们给您看了，就这五个东西，咱们是咱们的集体的智慧吗？我们是乱选的。画得太像了，嚯！来了！哇！什么味儿？特别奇妙。这一定有酱油，我觉得这一定有酱油。我感觉有可乐的味道。哇，你好精神，就是想小喝一下。有姜，一定有姜，姜有姜。第一个直觉是最准的。丽莎，你闻一下。姜有姜。来吧，丽莎，你开始尝。给我换个粗管。嚯，山哥跟钓鱼似的那儿。你大口喝。什么味儿啊？辣，你知道吗？应该说他们这一杯东西难度比较大。我还没喝就想吐了，怎么办？你看什么东西？别动，绿的。对，绿的。芥末？不是，这个是果类的。哎，是不是有苦瓜？有点苦。有可能。苦瓜。苦瓜。苦瓜肯定有，有苦瓜，你相信我，苦的。现在还有一样，这里只有四样。那这个味儿，酸不露嗦的，这是什么味儿啊？什么味儿啊？有个酸味儿。啊，我番茄。这个写的好，非常好。好，五种，我觉得差不多。肯定没有。就这五个了，我们实在。你们一致同意。一致同意吧，实在不想再喝了。我觉得有可乐。我觉得可能对了三样。我来公布一下最终结果，嫩嫩粉嘟嘟对。所选的食材是梨、奇异果、哇，韭菜花哦，不是，薄荷、韭菜花、纳豆、纳豆，对了，两样，两种。我觉得我们能对三个。好，我公布少年队。苦瓜。番茄。番茄。生姜。生姜。酱油。还有什么？可乐。哇！我们对戏。来，大家先刷个牙。我们是婴儿。为什么是蓝色的？因为我们的中华牙膏是蓝光科技，中华牙膏一刷逊白。
我这节目每回都要发芽呀。在味觉灵敏度试验中，少年队获胜，并且可以从嘉宾对手中拿走一种食材，获得大厨秘手烹饪诀窍。开。牛肉，哦呀，牛肉，哦呀。不要喊出来，不要喊出来。不要喊出来。我们要自己挑。在味觉灵敏度试验中，少年队获胜，并且可以从嘉宾对手中拿走一种食材，同时获得大厨秘手烹饪诀窍，在最终做菜环节占得先机。嘉宾队要努力再努力啦！是他们主题歌。刀工啊，是做厨师最基本的手艺，切刀以便于固定，抓刀的技巧就是要手腕要稳。你看，这样是切片，切丝，滚刀快，它是这样，再滚，滚，小心啊！等一下烧菜里面，你看晚上做菜都要用得到的，不错啊，可以了啊，基本诀窍，你看等一下有煮刀人啊 ，OK。那我们就转到下一个草地，学习新的技能。嗯，嗯，嗯。